官如何？啊，让长老们费心了。我的魂力刚才正式突破97级。太好了，恭喜宗主。宗主这一提升，让咱们昊天宗的整体实力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各位长老过誉了，我一个人的提升并不能左右天下大局，想要对抗武魂帝国更是远远不够。为今之计，必须加强宗门弟子的训练，只有昊天宗整体实力提升，才有一线生机。宗主所言有理，我们这几个老头子也要闭关再拼一把了。长老们有此心意甚好，但还以身体为重，切不可勉强。宗主放心吧，我们还没老。宗主，我们先去准备了。小三，我与你父亲的潜力已经止步于此，只有你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。唐三利用瀚海乾坤罩隐身，其内有海神大人的神念庇佑，我也无法看穿，只能感应到他的大概位置。海神殿，原来唐三打的这个主意。唐三，你很聪明，海神山是海神大人的圣地，海神殿更是神圣不可侵犯，一旦你躲入殿中，我便不能毫无顾忌地施展攻击，所以我必将你拦截于此。第三魂技，海神凝望。波塞西大人对精神力的掌控早已远超我的，能将庞大的精神力与魂力融合施展，瞬间实现不同空间内的能量转移。唐三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极重情义之人，这群伙伴既是你的臂膀，也是你的软肋。看到他们遇难，你永远不会坐视不理。小三，别听他的，只要你坚持到最后，我们都能通过考核。确实如此，但是唐三能坚持，你们却不一定。第四魂技，湮灭之海。四魂技能形成一个如海水般的密闭空间，使人在不知不觉间溺水窒息而亡。你们没有插手第六考的资格，是为了扛过这一炷香的时间，眼睁睁看着同伴溺毙，还是选择直面波塞西大人，堂堂正正地接受考核？这是唐三必须要做出的决定。放过我的伙伴，我愿堂堂正正与您一战。这是考核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第五魂技，海神的召唤，万兽同行。这
些海魂兽虚影的攻击丝毫不逊于真实的海魂兽。如果不想办法打破压制，大家都会被揍一次。没办法，第五魂技蓝眼霸王枪。十万年魂技的威力虽然霸道，但单体攻击是没用的。我好，唐三瞄准的是海神殿。唐三，你好大胆！只剩一分钟，看来不会有奇迹发生了。